这个没准是水缸，礼器，这里还是水器，盛水器，都盛水了，或者盛冰。故宫那个大缸就挺好玩的。你说门口摆那个大？那一个大缸。那个是。那是他为那是盛水的，为了他那个发生火灾好救活那个。但他这肯定没。Yeah.
说这个，咱们准备点香。